我是一个职业杀手。一粒子弹100万，如果射多一粒给你，我打个八折给你。玩下啲藝術嘢咧，對你啲自閉症有啲幫助。戴住个面具啊，成个人变晒啊！你快啲嚟睇下佢啦！你话啲面具会支配你？系，五黑色面具。我唔好谂咁多嘢啦，我帮你保管住先啦。